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，我是 Lily。6月19号，逾百名法轮功学员拉住横幅，举住展板，在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。丁月泪流满面地讲述住母亲万超雄在中国遭受残酷对待。我妈妈在劳教所被连续悬空背吊24小时，后又被双手高举扣在铁枝床上，四肢被极度拉扯。在极度疼痛下仲遭受电击和殴打。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刘子彤亦在集会上发言，母亲孔庆平被大连市法院非法开庭，各类家人为妈妈请了律师。两名律师在法庭上都明确指出，至今为止中国宪法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被法轮功定罪，公安部关于14种邪教组织认定通知中亦没有法轮功。法院当庭没有给出结果，两个月过去了，依然渺无音讯。至今数百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被中共非法关押、劳教或判刑，中共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种种行为都是违法的。丁月是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，他的母亲万少红退休前是一名护士，修炼法轮功后，他在单位工作兢兢业业，早嚟晚走，同事都好敬佩佢。喺家庭中，佢唔再同丈夫吵架，亦缓解咗同婆家紧张嘅关系。1998年，丁月父亲得咗肺癌，家里边背负10多万嘅欠款。当时万超雄每月只有400蚊嘅工资，万超雄嘅朋友帮丁月父亲办理咗大额健康保险。万超雄修炼法轮功以后，认识到以前隐瞒先生重病为他办理保险的行为是骗保，万超雄毫不犹豫地办了退保，放弃了随手可得的大笔保费。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刘子彤的妈妈孔庆平脾气火爆，经常和先生吵架，和刘子彤的奶奶婶婶相处亦不好。修炼大法后，孔庆平很少发脾气，做事考虑别人，当先生因工作中的烦心事而愁眉苦面时，他经常宽慰先生，要多理解体谅别人。家里边的气氛越来越和谐。丁月悲伤地说，母亲因为不放弃信仰，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，就被强行劳教2次，被非法判刑1次，前后被非法监禁了8年多。2001年11月，万超雄张贴真相传单时，被非法绑架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加加达奇看守所，警察用修剪锋利的导管5次强行插入他的胃里边，强灌浓盐水，导致他食道被割破，胃黏膜脱落大出血。4个国保大队警察将他绑在铁椅上边，轮番殴打，并硬生生地咬断了他的左手无名指。丁月无奈说，2008年公安局警察无端闯入我家，抢走了我妈妈买房准备给我上大学的存款等贵重物品。在精神和肉体遭受长期的双重折磨下，万超雄患上了严重的淋巴结核，颈和腋下多处出现了鸡蛋大的脓肿和溃烂，狱警仍然对他实施吊挂的酷刑，落得了终身残疾。丁月说，2012年我妈妈出狱时，全身有多处开放性伤口，整个人瘦到只剩低35公斤。刘子彤则表示，2020年2月，李家街派出所的警察闯入我家，强行将我妈妈孔庆平从家中带走，同时抢走了家中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，还有3台电脑、打印机等个人物品。孔庆平在派出所遭受警察轮番的审讯恐吓，被非法关押24小时才回家，期间警察不断骚扰，妈妈被迫流离失所。丁月说，当亲友知道我妈妈遭遇后，经常问她为什么要冒住生命危险不停地出去讲法轮功的事，妈妈总是很坚定地表示，法轮功给了她第二次生命，当法轮功遭受污蔑诽谤时，他不可以保持沉默。
过去的孟超雄本身是病，患有胆囊炎、冠状动脉硬化、心脏病等，长期不可以卧床睡觉，多次想过要轻生，但他看到年迈的父母及年幼的丁月一直咬牙苦撑。丁月说，1996年妈妈学练法轮功，短短两个多月，从前那些疾病全部神奇地消失，是法轮功给了他健康全新的生活。刘梓彤说，妈妈孔庆平即是在2004年年初经常出现高烧不退，确诊为败血病，全家人只能着急，却无计可施。听说法轮功治病有奇效，孔庆平抱住有病乱投医的心态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不到一个月时间，他长期的偏头痛、肝功能异常等十几种病都不翼而飞，以前满面蝴蝶斑都不知不觉地消失，皮肤变得又白又细嫩。刘梓彤说，妈妈这种变化令我们全家人既震惊又高兴，亦彻底改变了我们家人因中共妖化宣传法轮功而产生的误解。丁月透露说，2023年5月9号妈妈在市集买东西，向路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青龙县公安局抓走，并被非法拘禁至今。当时同妈妈一起被非法抓捕的还有法轮功学员袁秀华。丁月进一步说，经历一天一夜的非法审讯后，原本健康的两个人出现了严重的高血压和肺病。丁月指出，在他母亲生活的循环倒屎一地，近两个月来已有13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和判刑。刘梓彤告诉达纪元，他父母2019年底来美国看他，2020年1月回国，不到一个月，母亲孔庆平被当地警察非法绑架。刘梓彤难过地说，回国前妈妈给我包了一大包饺子，我每次吃一点点，慢慢地咀嚼，品味着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，仿佛妈妈就在我身边，直了7-8个月才吃完那包饺子。但是我对妈妈的思念却没有断过。在丁月刘梓彤发言的时候，中领馆前亦排起了等候办理签证的长长队伍，他们很多人在这里默默地认真地听。一位在 Delta 工作的巴顿在旧金山短暂停留，路过中领馆看到集会，停下来询问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。那个那天疫情前，巴顿曾在中国生活两年，对中共有清楚的认识。当他了解这次集会的目的和法轮功真相后，对法轮功学员说， Keep good fight， 继续揭露中共谎言，继续为信仰而抗争。以上节目内容取材自大纪元记者余元采访报道。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，请记得订阅点赞。本节目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 Patreon， 亦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，记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揿钟仔先，撑我哋撑真相啊嘛。